什么样的强大力量可以改变我们的命运呢？什么样的能源能够解决气候变迁带来的危机呢？大家好，我是虫虫。这一次，让我们一起上穷碧落，下黄泉，一起来看看一股持续近46亿年，从开天辟地至今，巨大而且古老的能源——地热能。